Hello，OK，、okay. 我们来到西有里的端午爱心关怀活动，这不是里长办的，以前都是里长办的啦，因为他已经卸任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社区办的，西有里的社区办的，然后有一些那个镇公所会补助的，好像我们爱心活动，等于说每年都会有啦。哎呀、啊，今年那个蚵仔米爪真的很好吃哦，帮我加点这个吧。你在说今天是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爱心活动，他们义务帮忙的，没有任何那个酬劳，就等于说社区的。哎呀、啊，每次就是人家弄好，我们来吃现成的，有点排水，因为我们毕竟没帮到忙。然后这烤烤，哎、欸，这好吃的。我吃的。啊，你吃一只一只。哦，我老婆吃，然后对，料很蛮多的。麻烦啦、啊，其实包一个肉粽真的是蛮辛苦的啦，可能因为这样子为社区做这个活动，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所以社区有这种活动，其实大家应该都要热烈踊跃参与，真的，对啊。好啦，那今天就结束了，那喜欢的没关系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分享到这边呢，那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